安氏半导体采用夹片粘合 Flat Power 封装的肖特基整流器，高效电源转换结合节省空间的设计。这些整流器分为三个产品组，以确保符合您的设计要求。 DVF 整流器提供最高效率，例如用于反向极性保护和经济高效型 DC-DC 降压转换器。超低 IR 整流器确保高度稳健性，防止热失控，例如用作汽车中的 DC-DC 升压转换器，或者用于高温应用。除了 DVF 和超低 IR 平面肖特基整流器，安氏半导体还提供 Trench 肖特基整流器，它能够实现 DVF 和高温稳定性之间的最佳平衡。在极性和反向驱动保护方面，这种性能是必须的。该产品组合采用三种版本的夹片粘合封装，提供出色的功率密度，符合 AEC Q101 标准，与前一代 SMA 封装器件相比，节省多达 56% 的空间。如需进一步了解肖特基整流器，请访问 nexperia.com。